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攻略这座中介城。你为什么要看天空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样角度比较好而已。好，那是不是对，那我跟挖土讨论呢，我们打算从这里，走，直接拼到他们的平台去攻略。走，等一下，我转了一圈。啊，死掉了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不行，我回来了。你有没有装？好，这样撑得住了吗？确定哦。或许吧。好。或许。哦，真的很难哎，不然我先把物资放家里。我们先做个介符盒吧。介符盒，好啊。我做哦。嗯。How to 做介符盒？为什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有了，是要来放，呜呼！好，跟那个，好放两个。带什么去呢？我们可以带很多东西去。要不要带一瓶那个啊治疗药水？不要乱花好了。带一些食物去吧。好啊。先种下胡萝卜。不是还有那个吗？胡萝卜好方便了。胡萝卜很方便啊，但补比较少，我会偏好马铃薯。好吗？嗯，乖狗狗。来呀、啊，反正很多。好，我上去烤马铃薯。没有，没事。没有，我想说你顺便把我的也拿去烤吧。为什么我身上还有粒子效果啊？看，可以这样打，然后水不会流下来。好酷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在下面放个。我们上一集不是有去挖那个吗？没有，在他们脚底下，在他们的脚底下放那个烈一火那个什么熔岩块啊，火熔岩块，让他们自己烧。有带吗？我去拿，我正在拿。只要放上去，它就会自己烧。可是我是担心水会流出来，所以要拿我顺便带个告示牌回去过去打。Shift 对对对，有种水流出来了。对啊，水会流出来啊。可是刚刚不会耶。为了避免它流出来，我们必须把那个水变成两条水流就好了。然后左边放告示牌，阻挡它。本来不会流出来，为什么会流出来？我掉过看。I don't know。好强！为什么我这边只有一个？熔岩块，你还有熔岩块吗？有啊。要现在帮你放吗？等一下，我先。为什么水流这样？但是你放方块之后，它就会开始流啦，因为底下的水已经流通啦。像这样。那另外一边呢？我放告示牌哦，我放告示牌。两边放告示牌就好了。好，那你结果？兄弟哦。好，可是这一块怎么办？要放吗？放啊。成功了，他没有流出来哎。对，中间那个 bug， 我觉得。啊，可是如果有怪物站在上面怎么办？你看他受伤了。我们就静静看着他受伤。你无聊的可以挂在这里啊，你会收集到一大堆东西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冠军。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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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两根火把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里面是亮的、啊？哦，好了，不是，因为我想说会有会不会有那个卡在上面啊啊啊！你刚刚说没有，我没有动，可是也还好啊，反正东西流出来给我们这样，你流出来的东西会卡住啊？啊，对吼，那换成搬砖就好了。嗯哼，你有搬砖吗？我有，放上面吗？上搬砖，这样子。对啊。你看，你可以捡到东西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好棒哦，小朋友聪明哦。耶！可是这一排啊、哦，好，没事。而且我们还可以下面放个这边放个漏斗啊，就全部会都帮我们集中在一起。我觉得此时我在想，是不是会有。用这个是不是可以一样可以做鹅卵石？鹅卵石水会不见呢、欸？嗯哼，可是鹅卵石用什么东西破坏它？哦，我们没有雾吸眼那个模组，不然就可以自动鹅卵石了。对啊，这就不叫原位生存啦！这可是原位生存呢、啊，这没有办法啊！好痛苦啊！好想要模组啊！而且我也不会装模组，不要难过。我会，我伺服器我不会开模组，不要难过，不会。你看它会卡在上面呢，怎么办？还是把它延伸，再延伸好不好？再延伸好不好？我说右边了，右边了，你看右边，对对对，你看右边那边那一排，过来吗？你那一排把它打通好了，我来延伸。不是我把上面叠掉，我把上面叠掉。不要留再多留一排出来，再留、欸、留一排。你就搬砖，给我，哇，这一放搬砖就不会省话了。不用啊，你就直接把水倒在你那一格就好了、啊。你要把它堵掉、哦。我的石头不够，怎么办？我有37个，我来帮你。呀，也可以。你真的要扫掉那一排哦？都没关系啦。确定？确定。好啦。这种可以留一格高、欸，好，就这样。我反正一格将出去。好了，搞定。再来呢，再加上可爱的告示牌。告示牌。然后你把里面的灯打掉吧。打掉了，可是这边帮我停一下，我没有石头了。等一下哦、喔。哦，里面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这一根不要。交给你喽。这一根不要。好了。这样子应该可以了。哎哎哎，我们今天不是说好要去攻略主城吗？结果我们怎么在这里搞这个？哎呀，这种东西我们没有见识，我们要怎么打、啊，对不对？好吧。这一集主题就改成什这一集这个主题就要改成为了哭，为了见识而卖命的生活。你能不能伸个漏斗来呀、啊，来接这些东西啊？漏斗怎么做？好啦，其实不要，因为我觉得那东西还蛮浪费的。人站中间就可以吸了，人站中间就可以吸了，应该吧？我好像知道漏斗怎么做。被你发现了，可是那东西很耗材、欸，我觉得啦。首先要有一个箱子，箱子放这边，红石放这边，还要放什么漏斗？还放钱？嗯哼，怎么做啦？你不是会了吗？忘记了，我查一下啊、喔，等我一下。我记得是箱子放中间，然后排一个么一个 Y 字形的铁钉就好啦。哦，我们有那么多铁钉吗？7、4、9、6、2放铁钉，5放箱子就好了。可是你要做三个，你要做三个。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铁。没有、啊。那还是人工自己来吸吧，你不要浪费啦。不管，我一定要做一个。好了，你要做三个。啊，就没有那么多铁锭没。可是只有一个，那你做一个，然后外加一个箱子带过来吧。就对，半人工，嘿嘿。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啥？我们还有你那边有铁吗？没了。等一下，那我们那个岛的铁挖完了，我们没有铁了，要怎么办？
我们就没有铁了啊！铁巨人塔、啊，就只能盖铁巨人塔、啊。可是，刚刚说铁巨人塔，铁巨人塔耗费的材料很庞，很可观呢、欸。下盖，你确定？我试下盖啊。好，就这样就好。然后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啊？给我吧。又洗澡了、欸。来吧。还有一个箱子。哦。箱子吗？怎样？是虚空。对啊。好，来吧，箱子。给你了。我们只能先。我们只能先从边边开始了。放不了啊！等一下，这样子，然后其他两个就朝这里，朝这个，朝这一个，它就会自动传到前面的箱子了。可我这才说你还，我们还需要两个，不然的话我们只能人工一个人在一个人一样在这里这样。就交给你了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要做结尾了啦，回来。才17分也差不多啊。好吧，这个结尾还真是 Ben 厉害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可以帮我按一下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上角的喜欢。如果想继续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一下小铃铛哦。拜拜，拜拜。